无动说跑步，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我们该带什么东西？泡沫滚轴。哦，你会说，哎，这些东西这么大，旅行箱放上去不方便。对，神器既是水壶又是泡沫滚轴。你在淘宝里面输入水壶按摩两个关键字，你就能够找到它。第一个神器，你不用带这么大的泡沫滚轴。第二个，瑜伽垫，如果你要放松的时候你要带上瑜伽垫。哎，你又会说了，这么大折叠式的瑜伽垫，这是跑步的时候最适合带着的。第三件物品，你要带上镁补充剂。运动过后镁的流失会让你的肌肉容易抽筋。下一个物品，我手上的这个小球叫瑜伽球，干什么呢？当你在坐飞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放置在你的肩部腘绳肌的位置，你就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放松，体积比较小。我还会带一个物品，蛋白粉。跑完了以后你需要补充蛋白质，而往往你摄取不到那么多的蛋白质，所以自己带点蛋白粉吧。我有个经验啊，不用大整瓶带着，你可以拿个小包装带上。解决旅途的寂寞，你应该带上一个 iPad， 上面应该放什么？放上拉伸秘籍，因为你跑完需要拉伸，不要带那么厚重的那些书籍，带一个 iPad 或者 Kindle。 还有一个神器，你可以带上电池的按摩仪，它可以放松你的肌肉，但遗憾的是在国内这个东西很难买到。最后一个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袖珍型的泡沫滚轴，你可以在淘宝上买到。你看它的体积小很多，你可以放到你的旅行箱中。好的，以上八个小物品可以让你的马拉松赛事变得更加的快乐。我是吴动，下次见。吴动说跑步，我们出去跑马拉松。接下来一个物品，哎，这刚拿在手上的。